我有人弄他，弄完之后下班了就。是沈阳还是？不知道，我干呗。这人下车，弄完就下班了就。一个。哎呀，二楼，撇雷了。等我等一会儿。等啥呀？咱撇雷轰他。我先来。别撇雷炸他。先轰他一步。你在哪儿呢？上啊！上啊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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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啊！倒是。你上。你上！这弄老妹儿的机会不得交给你吗，高哥？那你能给我留个活口啊？不好扛着他。你扛啥呀？别扛。咋还有雷呢？过来呀！过来呀！守房子嘞，他空火吧？我操！过来呀，大哥！我都跑了。是了，来车了，你过来跟我守楼来呀！我和下头帮你守着呢。你守好楼，没事开两枪吸引火力，我和下头看他。开枪啊，楼上。哎呦，这就配合了。哎呦，这就配合对不？你搁楼里吸引火力，我干他就完了。在咱房子的那个东南角还有一个人啊。喵了个咪，我干倒了两个。不是我干的。干倒。哎我去，高哥漂亮。你是最牛渣的。高哥继续加枪，我去那啥。蹲他们去啊，我蹲他们去。完了，又来人了，守房子吧。你去跑厕所趴着去呗。我哪也不能去了。来吧，那就过来吧，上我这儿来，咱俩下三楼。我搁二楼。你过来，别炸了。守楼哪个枪好使啊？大菠萝还是那个冲锋枪 ？TKM， 两个人。嘚瑟，去！哎，完了，高哥！哎，我成淘汰王似的。高哥，别动啊！哎呀，我刚刚，哎呀，漂亮，完了！我刚要告诉你别动，守好，等阴他们。